对啊，我们把它做个总结了啊。第一个的话，上个礼拜是讲到有关聚集录聚集部分，聚集的话是录制了哈，所以录制这个比较简单哈。第二个的话呢，就 VBA 的话有个清除，输出公式，输出结果。另外的话就是制定function。那请各位哈，把这个范例里面用到的方法，啊，用在哪里呢？用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待会会讲到的那个151的这个啊，这个向下填满。好，那请各位哈，再来就把同样的方法哈，把它用在另外一个叫151的刮胡截取刮胡中自串这个范例。好，所以待会请各位开底下这个151这个，打开之后的话哈，那请各位思考一下，哎，待会的话哈，我们要如何录制聚集，如何，也就是把上个礼拜跟这礼拜所学的都结合进来，哦，那怎么做？第一个当然就是先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请各位待会开启这个范例之后，请你把 B 栏 B 2以下的这一个储存格的资料先删掉，哦啊，因为本来里面已经有附那个公式了，我只是说先让大家知道怎么做，哦，那我们如果啦，哦，假如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之前，欸，你可以思考看看如何把刮胡里面的资料把它复制到 B 栏里面。如果这里面没有的话，那就保持空白，如果有的话呢，那就把刮胡的资料复制过来。 OK， 那不是用图法炼钢哦。现在那但如果你假设图法炼钢，那很浪费时间哦，不过我相信，啊，很多人如果，哦，不懂得用方法的话，那当然就会每天都土法炼钢。那所以呢，我们待会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想看有什么函数可以做到这一个方法，诶，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哦，那给各位提示啦，哦，其实这边有已经刚刚如果你没有把它删掉的话，这边其实是已经有一些固定的公式。那这个公式里面，哦，各位可以看到，第一个你可以用 find， 顾名思义嘛，寻找前刮胡位置，寻找后刮胡位置，再利用 mid 去做切割。OK， 但是呢，如果有些找不到前刮胡的话，或后刮胡，它会出现什么？出现错误 ，find 会出现错误，那怎么办？把它过滤掉。如果有错误发生的话，那我可以用 if l 这个函数呢，欸，把它过滤掉。OK， 这第一个，哦，如何用函数，哦，所以这个也许你可以把它删掉，想想看，哦，总共会用到三个函数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如果我将来希望，哦，写一个 VBA 程式，它可以第一个把它删掉，所以这边有个按钮叫清除好了，哦，第二个的话呢，按下它自动再把这边结果自动帮我列出来。那方法当然，哦，有几种啊，录制聚集。 OK， 不过录制聚集我想请各位就自行练习吧，因为录制聚集应该比较简单，哦，再来的话了，哦，我们就把今天的部分，哦，做个复习。第一个按钮按下它自动帮我把什么结果列在这里啊，里面就放什么，放公式，所以呢也许是什么，就是结果的公式就 列出来。第二个也许是按下它把资料清除。第三个的话呢，就不是丢公式 哦，而是丢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第三届冠军这几个字。 OK，那就是把刚刚讲的部分，哦，做一个等于练习题，哦，变化题。那请各位先想啊，最后其实还有一个制定函数，插入函数，可不可以叫什么刮胡自串函数？那我给资料，他给我最后刮胡里面的资料，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哦，我想请各位先思考看看啦，因为工作里面常常都会有这些东西，把什么把某一个储存格里面的某部分资料抓出来，但是某部分的资料又不是固定在那个位置，而是变动在那个位置上，不同的位置。另外还有同学是要什么取资料里面的中文
英文或数字，或可能不同形态的资料，哎，那这个地方该怎么？不过刚刚讲的那个中文、英文数，那个可能就是牵涉到内码，哦，上个礼拜讲到，所以呢，请各位哈，内码我顺便讲一下，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啦，这个101跟103。哦，这两个其实就是判断中文、英文啊、数字啊等等的，那跟内码有点关系。OK 哈，那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啊，待会我们再来看151这一题好了。OK 哈，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10分钟哦，待会再来针对这一题哈做解说哈。